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会给大家开一个新的系列。新的系列是什么？是关于钢笔的。是这样子，我之前出的所有的一个钢笔的那个，就是所有的钢笔这个系列嘛，对吧？等等的都有一个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，可能没有一定的那个钢笔入门知识的人，他比较不好了解。那我开个新的系列，就是说专门就是说讲跟钢笔有关的事情，就一些很基础的入门知识。那我会拆成几个来讲，一个是笔尖、笔握、笔杆、吸墨的吸墨机制，这几个我会这样子来拆。那今天呢就先这样子，这个你会看到这个视频没有那个我拍的，就是没有一个影片在那边对的正常的，所以呢通常这样子。我就直接讲笔尖。笔尖是这样子，首先，通常分几种啊？形状上面来分啊，这个东西好不好，就是说适不适合自己，怎么讲呢？我是觉得这样子，只要能写，你写起来舒服，对吧？而且一根笔你用的好不好，要3个星期，记得3星期啊哈。然后下来这个笔尖的问题，笔尖的话有现在这张图，你们有现在这张图看到了，EFF。然后 M B B B 等等啦，从你们只要知道四个就可以，E F F M B 这四个就好了。然后这四个就是说不同粗细，E F 最细，B 是最粗，那剩下的那些都不用管，方便你们去理解啊。因为钢笔的书写感受大多是来自于笔尖，那这种情况的话，它的劈叉就是你压下劈叉的时候。开的大小，然后就能才能达到说你要出锋或者你要一个就是说有粗细效果，就是看那个笔尖的劈叉。所以说它的书写感受，基本上笔尖是决定性因素，而且价格也是笔尖决定的。笔尖的话分两种，一种是那个18K 尖，还有不锈钢尖。不锈钢尖可以我们俗称的就是那个本金尖。本金尖的话，就是说像我之前拍的百利坚205，对吧？那个就是本金尖了。金尖呢有哪些？十四、十八、21、24等等啊。但是别人说不易掌控，但是金尖它一样可以是银色的。先提前跟大家说好了，像我喜欢的海运的，对吧？它也是18K 尖，但有金色有银色，因为金的含量并不高，所以说你镀上去的时候，那个金色很多时候是什么？镀上去的。然后金尖你压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你要劈叉效果强的。其实像哪一个？像那个不锈钢尖，有时候会更好点，或者沾水笔，你干脆就是。然后再下来的时候，笔尖的话，通常怎么样？就是说钢尖它是比较硬，对吧？但是它其实你要压下去那效果，其实钢尖的效果还好点。那个怎么说？金尖的，如果我要一定要我去说一个书写感受是怎么样？金尖的，好像一把刀在冰上面划过一样，就是说它本身的韧性是很强的，但是你要它整个东西柔软度很高，并不会就像钢尖那种不太会，而且如果你真喜欢那种的，你还不如买一个沾水笔，我觉得会实在一点。然后笔尖的类型的话就分那么，通常是分那么几个，那一个第一个最常见的，大家最常看到的一个形状是什么？明尖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什么半明尖、暗尖，对吧？还有像海运的海豚尖、书法尖，就是俗称的弯尖，对吧？基本上这几个，还有一些别的那些，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，就先不管它啊哈。基本上就这样子，这个就是笔尖上面的一个部分。那明尖一定是比暗尖那个要怎么讲？要软的，就是说你压下去的那一刻，明就也就是说它什么弹性强。变化丰富，书写感受好啊！而且钢尖的话，那个怎么说？钢尖跟金尖怎么讲？先写钢尖，再写金尖，对吧？先有一些感觉，先买一根便宜的来试一下先啊！然后再下来的话，欧系、日系跟欧系比怎么样？日系比墨出墨比较小，那这个后面我们再讲吧。还是啊哈，那个半明尖就介乎于明尖和暗尖的一种，兼顾了两边，但是也是两头不都。不到岸，对吧？就是说中庸呗，就是通常很多人还是选择明尖或者直接选暗尖。暗尖的话是怎么样？暗尖的话就相对来讲，它的下水比较均匀，对吧？书写感受比较硬，但是它比较适合什么？比如画一些什么钢笔画，或者爬格子，俗称的爬格子，对吧？这些会比较适合一点，像 Park 51，对吧？拉米2000等等的这些，或者英雄100啊，这也是暗尖的。
然后帕克无一，这个是世界上第一支暗尖钢笔啊。然后再下来，基本上还有一种叫书法尖。书法尖是怎么样？就是说像这个片子一样，就是说就直接这样写完就 OK 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说用钢笔去写出一个书法尖的感受。好，那一个今天要讲的就到这里，这个是关于第一集啊，关于笔尖的部分的。然后下面一集的话就是一个，我会讲那个什么笔握还有笔杆，我会放在一起讲啊哈啊，今天的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